高中毕业，没考上大学，正在彷徨。那爸爸妈妈知道说特别来宾是林青霞的时候，他们还蛮开心的。有比你还兴奋吗？知道啊，林青霞，我们特别为林青霞来的，因为大概只有我们这个年龄才会知道吧。有没有家长比小孩还要兴奋？应该有吧。现在这里多半的家长应该都是比小孩兴奋的。